就是 Austin 的一个房间，公寓，左进门左手边是一个房间，旁边是一个独立空间的客厅。客厅过来是第二间房间，经过过道。左手边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间，有两个淋浴的地方。往前走，左边是有两个衣橱，这边是第三间房间，有自己独立的窗户。过来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厨房，可以放一个自己的餐桌。厨房用具也比较齐全，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间。